方突然走进直播间，让小杨哥不知所措。见过世面的小杨哥也乱了方寸。这是让我让人卖货呀，这玩意儿还是让不让人卖货呀？啊！手还不能放老妹咋的？不是你手别放到这儿啊！老妹多高啊？老妹，不是我说实话，我现在不敢瞅屏幕。你73了，对比一样。 好了，同志，宝贝，我看到他头发好，他这个包子的爸他爹是在做包子的，然后呢，他女儿现在帮他爹做线上做电商啊，是吧？嵊州绍兴，他们店一个包子1两块，多少钱一个包子？你说的可是在店里面吃的话，对吧？嗯，这样别动，我喂你吧，来吧，老妹你学我。 哎哎，好，媳妇儿，不好意思啊，为了工作，这个老妹儿要不要？来来来，哎，伸的不是手，伸个包子。啊，兄弟们看啊，给蘸大酱吃。哎，黑猪肉，一袋，你们的一袋是多少钱？ 59.39，59.39，啊，59.39，啊，59.3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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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9
兄弟，我岳父他有车。兄弟，我说了啊，我周六直播那一天，我如果不把车拿给你们看，我都说了，我就退网。小杨哥被粉丝逼问做出承诺，大杨哥给岳父买车后续也来了，岳父发信息表示感谢。兄弟们啊，补一下啊，把岳父给他写一段话。兄弟们，这么长一段字，看到吗？补一下，补一下嘛。哎，这不能补，那咋不能补呢？你问一问我媳妇不给了，万一我媳妇不给，没事儿没事儿。来，媳妇，我媳妇也补一下啊，我媳妇，跟媳妇说一下啊。嗯，大杨再休息吧，怕打扰你有事情，发信息给你感谢。从交保险那时，实名认证就感觉你给我买车了，好高兴，心里好激动。是你的努力，和舍出兑现了爸多年的梦想，谢谢你，宝贝儿。行，我要唠叨几句啊，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。这个越顺利的时候，越要谦卑，越要团结啊。越要倾听别人的批评，越要海纳百川，越要迎合。哎呦，这就不能说了啊！给予支持方向，这个是那个啊。这个困难就不读了吧啊，咱反正这个意思啊。小哥说点了吗？就是我爸有车啊，我先说他有车，你叫我买啥呢？他爸是没车。我爸也有车呀，我给他换了，我叫换车。你扯什么鸡啊？你扯什么？岳父他有我岳父是大的面包车，一个很老的，开了十几年了。哎，我岳父又不是面包车，我岳父是轿车的，尼桑开了十几年了，尼桑啊，不是，开十几年了，你还是没换呀？不行。人家过年都是送长辈衣服什么的，大杨哥直接给岳母买了辆车，小杨哥都震惊了。你买的车 Q7 多少钱？就我凭啥跟你说多少钱？按十几的要不要？十几的要不要？你去买个车轱辘，这么贵啊？不扯吗？ Q7 多少钱？几十啊？那你不要管大几十，你现在不要去什么大几十什么意思？你下午是36还是70？自己查就是了。啊？我的妈呀，这么贵啊！不要，一个月五这么贵的车，不要，活计嘛！别听他们人，你是真是的，啊，2.0T，真的，2.0T 不是不，我二为什么买2.0T？他又不飙车，他就是代步，你说买2.0T 够了。随后也对小杨哥发出了灵魂拷问，都有买过，每次去他们家我跟他买酒买烟，就是够了。
给我做点好东西，说什么花钱他不喝，不要这样花钱，不要什么什么，我讲的感觉啊，真的很认真的跟我在讲，我就没买了，根本就不买了，啊，然后我就买了辆车。你买了吗？啊，给他车换了。要不然不想讲这个话题了，我们都别讲了。不是你换了吗？真你打我啥？四个头，嘴哥你干啥？嘴哥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小黄好奇的直接上手了。看到直播间几十万人，嘴哥直接放话可以随便锤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你猛！妈，这么好！前面捏俩也，前面这个打呀，打先打，打随便打，没事，别打，打，打，来吧！我打野兄弟，你打没事，可以的。把你把你抓我抓我抓我打野，来来来，胳膊你看。我的妈！这个胳膊全是那个肌肉。啊，我们三只羊杭州分公司开业了，山高皇帝远，老虎当大王，兄弟们，是老鼠，不是老虎，你不要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。你今天我就是三只羊的一姐，兄弟们。那小羊嫂呢？小羊嫂是女菩萨啊，那小羊哥呢？还有小羊哥是猪三烈，他身高，小羊哥不在乎，兄弟们崛起！你可不咋的，小羊哥，小羊哥，小羊哥。小杨哥拿出了鲱鱼罐头，被粉丝们要求试吃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反应，唯独天奇的反应是我没想到的。我是真怕，兄弟们，我们是真臭，你知道吧？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家了，媳妇。不是真默契，是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开完真臭啊，整个屋进不了的。啊、一个星期去不了这味儿。走、哦，你干。喂炸自己给炸了，别炸了，就直接吃吧。这里边是生，这生鱼啊，生鱼腌，生鱼拿盐腌。他这个没法吃，真没法吃。哎，别提汤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妈！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拉走，快拉走。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卖了啊！有人搞我，小杨哥又差点搞一个大乌龙，本来是要整大杨哥的，却差点整到大杨嫂，幸好及时补救。本来大杨哥是要给大杨嫂剥龙虾尾吃的，但是小杨哥以为大杨哥是剥给自己吃的，于是就开始使坏。大杨哥这样一吃，他一会一吃，他爽，你知道吧？他一口一下，好不？把你大瓶水拿我喝吧，啊，在你那边。这个水吧，对的，就那个大鱼，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为什么呢，兄弟们？因为现在有人投诉我，所以我卖的太多了。因为行业很多人都是七盒八盒卖，是吧？有七盒的，有六盒的，99.6块六盒的，9.7块的。结果我多少盒？你看啊，为什么有人投诉我？他自己也是卖99.6块七盒，为什么我老是被别人，我要被别人搞？我是八盒，说我自己八盒你卖很正常，但是呢，我自己不用便宜。来，媳妇儿，尝一尝我们的蟹龙虾，看，看，啊，这是，看到没有？给全给媳妇包的。来，媳妇儿，哎，等等等，不，你搞啊？不是你这个，你这个钱，你这个钱不给别人少，你得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开玩笑，他自己吐进去了，咋的？他吐进去了。我这样去了，媳妇儿，我是这样的。给他吐进去少了，你看别人说进口的，看到没？进口的，叫你吃吗，媳妇儿？进口的，我在家不都给他剥虾吗？对，啥了？不是，别，不是，别听了，别听了，耶，啥了？不能吃，你也不能吃，真不能吃，为什么？
你搞什么？你搞什么你的？